者卢威宁台北报道，亚洲流行天后蔡依林暌违乐坛四年，将在26日发行全新专辑 Ugly Day， 首播主打新歌《怪美》的 MV 将于26日曝光。他找来知名导演陈以仁指导，回归内心层面。入行以来，各种江湖传言的黑历史，特别的是他的服装更吸睛，导演替他设定了八种角色，其中囚犯装臀部下挖空，还露出蛮腰，火辣程度破表。蔡依林新歌 MV 照曝光，图灵时差。透过导演陈以仁独特的拍摄方式，回顾入行以来大家喜欢传说的各种黑历史，呈现出如今能笑看过去的坦率。他说要感谢网络歌迷各种的表情图片包，成为新歌 MV 的激发创意点，希望把自己经历过的挣扎，曾经疯狂追求外界，肯定到自我觉醒的过程，在 MV 中幽默呈现。蔡依林臀部下挖空成最辣囚犯，图灵时差打破个人的 MV 记录。此次特别斥资台币1500万打造逼真深入内心世界的 MV， 为了呈现过去的与现在的蔡依林，大和解导演特别量身打造四大场景，并设定法官与囚犯、厨师与食客、疯狂护士与病人等八种角色，呈现了强调刻板印象胖瘦美丑的审美大法庭，想大吃大喝却被阻止而吃过水食物的中式真鲜酒家，及疯狂追求完美体态却被送进疯美精神病院的怪美情节。蔡依林一连扮演八种角色，图灵时差，三天三夜几乎不停机的拍摄工作，创下出道以来最长拍摄天数的 MV 记录。现场宛如像打仗，让他直说我已经灵魂出窍了，我到底在干嘛啊。而这次特别邀请曾经为布兰妮 Pink 编舞的专业舞蹈老师帮 Jolin 编排怪美舞， Jolin 还得配合导演要求饰演多重分身。他说一人当多人，再使用体力跟耐力之操，可见一般也无怪。 Jolin 笑说这支 MV 没别的，就是体力活特多。蔡依林 MV 将于26日上线，图灵时差。